你知道我太太是这个老师嘛，最爱说教了，最吵着她，等于找了一个麻烦的。我不是买酒店了，不是买酒店，对对对，我是买里面小姐啊，不是。老婆暴怒那一刻，嫂子怎么会像厉鬼乱咆哮？你是怎么样的事情要这样子？这个太多事情了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，是啊，尤其你知道我太太是这个老师嘛。对，老师最爱怎么样呢？咆哮，最爱说教了，对，对不对？说教。所以啊，我等于找了一个麻烦的，找了一个这个老师啊，在家里面呢，这个每天给我上课，教导你。但是呢，遇到不好或者不乖的学生的时候呢，老师是不是一定很大声？是，不要讲话，你要做事。老师跟你讲过多少次啊？所以啊，他会这样对你。我跟你讲。真的，所以啊，你最好不要打枪啊！全国的老师从你们国小念到现在，第一堂开学课，老师一定写这四个字在黑板上：不要讲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敢讲话吗？那你们家很安静，最吵着他。你这句没讲，他吵到好甜蜜，好温馨啊！没有他吵。这哪是一个家呢 ？OK， 那什么事情能让他这样子气，这样乱咆哮？因为我这个人啊，爱乱买东西，叫你不要再去酒店，怎么听不懂？不是我不是买酒店了，不是买酒店，对对对，我是买里面小姐啊，不是，喂，小姐们赶快回家啦，夜深了，这样讲好了。我曾经呢就出去，然后就到个水族馆。然后看了一只鱼，很喜欢，那叫金罗汉，马国碧介绍的。金罗汉，对，然后那个，他要养那个特殊，他跟一养那个红龙一样，他这是泰国进口的。我说一缸只能一只，那一缸只能一只，那斗鱼啊，那可以长这么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干脆先做大一点缸子嘛，是，一量就量了这么大的缸子，然后呢，这个鱼一只要30000多块，三万多块。缸子40000块啊，40000块的缸子。对 ，OK， 鱼也来了，它怎样的呢？那你觉得我回家是什么待遇呢？不要讲话，会上台。你叫谁来？还气到忍住就对。叫谁来装鱼缸子？我差点气还存不稳。我们家我有叫你可以装鱼箱鱼缸吗？哇塞！你有量过位置吗？这是财位吗？有红字吗？这鱼缸啊？这鱼多少钱？三万，什么三万？你儿子出生费给我2万，他更肥，你知道？你给我水族箱的那个电话号码。我说你要干嘛？你要付钱呢？不是，叫他明天来把它拆掉。真的，真的气到这个地步啊！大部分的女孩子啊，就是说，生了气给他吃好吃的，他就消气。你的太太可以这样子对付？我曾经这样对付过。因为他很喜欢吃盐酥鸡，因为他在美国念书念了十几年嘛，是，他对盐酥鸡是情有独钟啊，还有那个烤玉米有没有？是是，九碗杯，通化街那个啊，石头香烤玉米啊，很香很香。他每次生气我都赶快去买烤玉米啊，跟那个什么那个盐酥鸡，盐酥鸡是啊，拿回来之后，老婆啊，也生气了，有什么好气呢？对不对啊？二话不说拿起来往垃圾桶，啪，全部丢下去。那次是买游泳池的，他气成这样，不是那次是买50寸电视。他骂归骂，他也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这电视的确是比以前好，我是绝对是啊，已经被训练到就是啊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那是，对对对，那也因为这样子呢，也养成酗酒的习惯。你有到今家里已经2台电视机了，对。你喝醉一点，对，因为就算呢被怎么打，你也会觉得没事，有听到跟没听到。他如果再打你的话呢，感觉比较没那么痛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告诉我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觉得你家里有家暴啊，就是老婆会打你，为什么会捶你这样？你喝醉一点，越醉啊越不痛，真的，我就这样。后来我一天他们在就常常买东西嘛，后来有一天呢，又有人搬个钢琴进来了。我想钢琴在晚上大概要喝，平常大概1瓶嘛，威士忌。
那天好像喝了两手两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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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钢琴比较贵嘛，是是，而且是第一瓶慢慢喝，第二瓶回家之前一口关掉，因为钢琴就是海 K 了，反正就是当麻醉剂在喝。是，回去的时候我自己想说，哎呀，这么晚，奇怪，他说男人只要喝天亮，绝对不会有好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到天亮还不回去。那我想到，因为我们以前演戏习惯了啊。我们自己会做伤口嘛，我在客厅的时候，台二楼啊，我在上客厅的时候，我就拿枇杷膏加红药水，那就很像嘛，就把弄这边弄一点，弄，然后上去的时候，老婆，你回来了，他怎么摔，哎呀，摔成这样子，他真的，哎呦，你看很严重啊，你现在都血都，老婆这时候怎么忍心骂你呢？对，刚喝了，然后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赶快我就躲在被窝里面睡觉啊，第二天呢照样骂。什么是花椒滋味？你是忘记了？这水水进来吧。那下一把想起来。你所不知道的是，我是你的珠宝窃贼。噔噔噔噔。更困难的是，我下期再见喽。这里是什么留言都是骗人的，错误的。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留言终结者，我就是老天非常厉害的大师，自感自豪，自成一像。